传统是要培植他吼做越南的总理啊，啊结果煞破病死，啊所以用这个胡吉章吼来代替伊。啊，这个爱国吼，伊的名叫做爱国啊，我就想着吼，若讲爱国，我上爱国啊。阮家这家伙啊吼，为国民党做兵，拢总做二十几冬啊。我做三冬，阮爸做两冬来讲啊。啊，我三个小弟啊，拢总做十七冬啊。啊，我即马一个囝搁咧做两一冬啊，所以二十通冬啊。啊，因中国的文化吼，讲若要爱吼，爱有心呐，哦。啊，若要做工吼，爱用武器抬人头啦。唔过，人因即马共产党人有进步哦，因吼讲免爱啊，唔免心呐。若要做爱吼，只要是朋友就可以做爱啊，对不对？啊，若要成做国家咧，有一点啊王吼，就会使做国家。所以因有咧进步，因即马免人免抬人头啊。哦，要做个国家，因即嘛唔免抬人头，因只要有一点啊戆吼，就会使做国家。哦，这是中文的文化。迄阵啊，我偌爱国个呢。即啊，迄阵即个民族的救星死的时阵吼，吼，我去排队排几六点钟啊。伊讲哦，这复兴逝世，哦，偌厉害！民族的救星，世界伟人。吼，迄阵死的时阵，我靠，干妈妈吼，都超惨的呢。哦。阿姨讲吼，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中啊，已经随着大陆沦陷，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哦，阿姨讲啊，真清楚嘛。什么叫做大陆？大陆呢，讲起来吼，是一个地理名词啊。伊吼，只要面积大于格陵兰，都是叫做大陆啊。所以全地球吼有六个大陆。就是啊，欧洲大陆、欧亚大陆、哦、非洲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还有南极大陆，还有澳大利亚，哦，这些拢好在大陆。大陆就是比葛陵兰岛吼还大的，叫做大陆了。哦，唔是在中国大陆，无迄个中国大陆诶。啊，只干那咧支那人才会讲好在大陆，因大陆，所有全世界支那人拢叫因家己的国家好在大陆了。哦，迄是错误的哈！啊，这个人哈，最近的新闻呢，伊甲咱骗的。伊讲哦，台湾通过史上最大的加税案，缩小贫富差距啊。敢是台湾？迄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因为要走吼，欠钱爱加税。啊，就甲你讲吼，台湾通过哦，台湾的立法院呢？台湾敢有立法院？哦，迄是流氓政府的立法院哈，伫个十六号三读通过。这要加税，因为哈没有钱的啦。根据啊，1933年十二月二日哈，国家这个蒙特维多公约，伊规定讲国家甲权力哈，都是包括要有权力跟义务。一个国家的主权呐，包括权力跟义务。所以哈，这十个国家签的合约哦。国家作为法人哈，国际的法人啊，要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足简单呢，哦，一定要确定的居民。第二个哈，要有一定界限的领土。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哦，这样安尼就会当成做国家。唔是像吉纳人讲的讲吼，只要围墙啊内底有一点啊王，就会当做国家。哦，迄个观念唔对。哦，要做国家，要有这四个条件。啊，人国际上嘛有规定呢，要正做一个家，嘛是有同款这四个条件呢，唔是厝内饲猪就会当做家呢？哦，迄观念唔对啊，厝内若饲猪，你著甲猪拢亲戚朋友啊。所以啊，做一个家吼，爱有人啊，爱有大个所在啊，爱有法度通管理家己啊，爱有法度通甲你个厝边交往，安尼才会当正做一个家。袂当讲恁家几个人，你唔知影。恁家几个人，你若唔知，你小朋友要食几人便当？你出去要买几个便当？哦，早起要买几份早餐，拢唔知，啊要安怎做家？
所以吼，咱每一个厝的小朋友啊，你甲问，哎，恁家有几个人？吼，伊拢知。我有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兄弟姊妹，伊拢讲会出来。安尼才会当做家，袂当猜讲，只那人讲，阮家有十二个，唔对，敢那十四个，唔知影，安尼就袂当做一个国家。哦，袂当讲一个国家，你几个人要食饭都唔知，安尼是要哪进口粮食？啊，国家吼有缔约、宣战跟战争的权利。人民呢，虽然可以反对战争啊，但是并没有拒绝战争的权利哦。相反的，人民可以赞成战争，但是不可以发动战争。哦，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宣战啊，什么叫做宣战？要战争进行，一定要宣战。你若无宣战，就是恐怖组织哦，这点呢怎样啊？国家才会当宣战啊，袂使讲凊彩什么人都敢宣战，无迄个代理。迄、那个国际法的迄个规定，战争法就是吼、哦，要战争进行一定要宣战，那无宣战就是恐怖组织。啊，宣战战争的目的呢，就是要占领你的地方，对不对？啊，那无我也使跟你讲。甲你占的目的，就是要甲你占落。啊，甲你占落的目的是啥？要换你的政府，要将你这个甲我无介意的政府，我要甲你换掉。所以啊，这都要甲你占领。啊，毋过啊，国际法内底规定啊，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所以因咧战争，因拢知影，我是要甲你占领，要换你的政府。哦，我无要换你的主权。所以吼、啊，美国占领伊拉克了，换政府。哦。伊占领日本了，换政府，所以吼占领唔是虾米歹代志啦，伊是换无好的政府。啊，换政府了呢，伊的政府就流亡啊，哦，啊就变流亡政府。啊，流亡政府啊，袂使就地合法咯。流亡政府若要合法，嘛是真简单，等于伊家己的土地就合法啦。哦，这流亡政府吼。啊，这啊，爱有一个观念啊！你关伫家界的犯人啊，嘛有人权哦，哦，战俘嘛是有人权哦。人权内底，人权公约内底规定个足清楚的吼、哦。啊，这啊，要国籍啊，什么是国籍？人权公约内底规定讲哦，人人都要有国籍，没有国籍的，就是难民哦。啊，难民啊，无国籍。其实啊，难民有国籍是干呐，伊袂当返去，哦，袂当返去，袂当叫做农民呢，哦，一个国家的国民离开自己的国土不能回去，都叫做难民，不会变成农民了，哦，这个观念要有哈。啊，若要改变他的国籍也很简单，哦，只要他自愿的，啊，他要有那个意愿，而且第三个要合法，安尼你的国籍都会当改变。阿贝安娜合法，这个法律吼，每一个国家规定的法律不同，哦，像美国因规定，若要做我美国人真简单，只要伫我美国的国土，还是飞机、船、顶头生，拢做我的美国人。搁有一点，你若来我美国做兵，嘛会使做美国人，哦，安尼规定真清楚啊。伊讲伫我美国生的，才会爱我美国的土地。你袂当讲美国人甲美国人生的就变美国人，这个观念唔对哦。哦，唔是美国人甲美国人生的就当然美国人啊，唔是安尼啊。爱伫个美国的本土，哦，爱有注册合法，啊，唔是像吉那人讲的讲啊，中国人甲中国人生的啊，才会变中国人，这是观念唔对的。所以美国人甲美国人啊，那伫个中国生，嘛袂变做中国人哦。你唔能就是讲，你美国人甲美国人伫个中国生，会变做中国人，无可能，哦。所以真侪外国的传教士来到台湾啊，讲要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几落十档啊，还佫无法度摕到，原因就出伫遮，因为哈、啊，你唔是中国人，你的头毛啊，永远拢袂变乌啦，伊拢金头毛的，一个看就知影这外国人，因讲个做番呐。哦，啊，这番吼、哦，永远拢袂变做吉那人，因为伊认为你是番，哦，啊，番吼、哦、是吉那人对全世界所有的外国人拢叫做番，
番是真先进的，只有支那人上浓哦。番是拢先进的，比如讲番石榴啦、番茄啦，这些拢真先进的哦。就是支那人未先进、未进步啊，所以才上浓哦。啊，这个酸碱哦，有一个真令人惊诶尴尬的情形，就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哦，中国政府啊其实是有四个。啊，这四个政府吼，实际上是三个尔，因为一个政府已经独立了，有重庆的国民政府嘛，吼，啊个延安的边区政府，伊这都是毛泽东那边的啊，啊个啊有汪精卫政府，啊个一个就是满洲国，满洲国迄阵啊已经独立了嘛，这四个政府吼足奇怪，两个政府啊。向欧美日宣战啊，啊两个政府啊向德意日宣战，就是重庆这个啊，哇，这两个政府啊讲向德意日宣战，啊这两个政府向美英宣战，所以吼、哦、全世界拢搞不清楚哦，恁支那人到底是跟什么人战争啊？啊！这战争法内底阁讲啊真清楚，就是讲啊，你宣战啊，爱有下格呢，袂当凊彩人拢去宣战呢。啊，什么叫做战争法？战争法吼，咱秘书长研究的时阵啊，唔通就是讲有战争法这本册哦。战争法这本册是无得买哈。战争法哈、啊、是为这四个条约内底吼揭露出来。要受这四个条约约束，啊，佫有一个惯例法。这四个条约内底就包括讲吼，海牙第四公约。海牙第四公约吼是专门咧讲战争的代志。啊，佫来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项就是红十字会总章程吼，来对有关战争的部分。第四项就是美国陆军总署吼野战手册3000多条。佫最后一项就是爱判例，好，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啊，惯例法。这些才能组成战争法、哦啊、战争法就要捌的人才能够保护法律是在保护捌法律的、哦、你若不捌法律就不会给你保护法律不在说感情法律若说感情就不是叫法律、哦、清国人他们捌万国公法所以中原人唔捌啊，就去用灭国去啊。汉民族、荷兰人、客家人、广东人，这拢灭国去啊。去到倒一个灭去，去到大清帝国灭去啊，对不对？啊，灭去了，伊甲因骗讲吼，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请问啊，龙是啥个传人？你知不知？龙啊，是奇人啊。汉人的传人是猪啊，哦，伊是猪的传人，为伊的字就看得出来啊，哦，家，家伫咧因的字典内底安那解释，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叫做家，哦，啊，他们的家里面都是猪嘛，对不对？所以真清楚，无需要辩解，这就是迄阵啊清国哦，大清帝国拜托这个丁伟良翻译啊。这个万国公法，所以啊，清国人因知影万国公法，万国公法都未灭国啊。你若会当遵守万国公法，都无灭国去。所以大清帝国唔是灭国去哦，大清帝国啊是去予中华民国继承去，中华民国阁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去。哦，啊，大清帝国的国旗啊，顶头就一尾龙，哦，黄色的国旗。这就是万国公法，啊，万国公法又阁叫做国际法。支那人啊，上离谱的啊，就是啊，遮的人啊，拢是外国人，拢叫做番啊。啊，遮的番吼、啊，拢甲中国人、汉人啊、汉民族啊、荷兰人啊、广东人、客家人遮啊，拢甲杀啊，拢杀到用要灭族去啊，啊，阁叫伊祖先。对不对？上简单来讲哦，这个元世祖、元世、元太祖啊，或者成吉思，
恁读的历史讲哦，做成吉思汗，伊的名哦，做成吉思，唔是哦，做成吉思汗。汗是大王的意思，皇帝的意思哦。伊的名叫做成吉思。成吉思哈，这个人，甲中国灭国了啊，应该叫做元太祖，对不对？啊，忽必烈啊，将规个中国拢接来了，叫做元世祖。明朝朱元璋啊，甲叫明太祖。清朝或者吴三桂有无引清兵入关，讲啊真好听，对不对？还有这引清兵入侵呐，哦，不是哦，这引清兵入关是入侵，啊，入侵了将也迄个民国啊灭掉了有无？民国灭掉了，伊就变清太祖啊。所以这个人啊，只要灭掉中国以后，伊就叫你太祖啊，是不是真纯？所以汉民族因拢讲因是纯种的，对不对？伊都是迄个纯的。历史证明吼，什么人会当杀中国人、支那人上多吼？像就是祖先啊。日本若是无去互美国打败吼，即马已经变做日本天皇吼，或者日太祖明仁天皇啊，对不对？所以讲吼，日本人足衰，无去互中国人打败，煞去互美国人打败。啊，北国联军的时阵啊，不管倒一国，若打赢中国啊，拢比伊即马搁较幸福，对不对？即马所有的国家，倒一国来统治中国，拢比伊家己统治搁较好。迄阵啊，北国联军啊，是安那会引起北国联军，就是因为慈禧太后吼。向全世界宣战，向全世界宣战了，全世界只有联军去打中国。结果打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百姓啊，佫帮战联军。这是中国的百姓哦，佫甲联军倒举楼梯，攻打京城。这吼，咱人类最大的愿望哦。那看到流星哦，头一个愿望拢啊，希望世界和平；第二个愿望拢想要环游世界。啊，其实吼，那要环游世界较简单啦。环游世界哦，咱只要即马吼，厝内有电脑吼，啊买一台较大台的 3D 电视吼，就超像环游世界啊。哦，即马电脑偌赞呢？你只要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名胜风景，拢会当伫个电脑顶头甲叫出来看。所以哦，足方便呢。唔过，若要达成世界和平，就较困难啦。世界和平哦，爱用法律才有法度达成。啊，法律啊，就是爱用联合国来规定。啊，要用什么法？就是万国公法，才有法度达成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哦，这万国公法内底规定啊，伊讲哦，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哦，为什么呢？占领来是可以移转主权吼，安尼一日干唔拢咧战争啊？只要我的武力啊比你较强，我就怕你，怕你就变我的啊。所以安尼吼，一日干唔拢咧战争，世界绝对无可能会和平。所以为什么要规定这条？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安尼啊，你甲占领了，你的主权嘛袂变你的，所以后摆就会较少会战争啊。因为我若战争的目的嘛是甲你换政府尔嘛。无法度甲你变做我的，你知以色列加沙走廊，甲占遐久啊，占即马三十几年啊，要四十年啊。美国嘛是讲你爱害人，哦，因为遐唔是你的土地。美国拍伊拉克、拍阿富汗，甲占来了，甲换政府，无变做美国的啊，对不对？所以讲法律啊规定个真清楚，啊，流氓政府啊袂使就地合法。啊，哪个会使就地合法啦？迄阵啊，法国流亡伫个伦敦，我都将伦敦变作法国啊。比利时流亡伫伦敦，买使个变作比利时的哦。韩国啊嘛流亡伫个上海，所以讲吼，无法度通就地合法，
那会当照你好话哦，即阵啊，吐蕃啊，已经变作印度的政府啊，对不对？即阵那个吐蕃流亡伫德兰山啦、啊，伊拢甲恁教讲吼，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哦，迄是唔对的吼、哦。流亡政府啊，干那会使流亡伫城市，袂使流亡伫个国家。哦，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只可以流亡在台北，不可以流亡在台湾。哦，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因出去的名拢叫做中华台北。这个啊，咱知影马关条约，所有的条约签落了哈，无代表战争的结束。你合约签落了，你若无守合约，会搁战。为什么？因为早晚拢爱阁修，逼你修合约，所以即卖日本啊，因个潜艇、潜水艇有无？生产好了，服役一当就淘汰，每服役一年就淘汰。咱中华民国吼，即流亡政府啊，伊买潜水艇啊、柴油啊，啊阁用三十几当呢，啊现在日本个每一代啊，拢用一年尔就淘汰，因为啊。日本啊，爱甲蹲起来，蹲咧要阁战，爱早晚爱阁甲钱啊战一摆。所以啊，日本人真清楚，你马关条约唔守，早晚爱阁战一摆哦。这啊，澳洲的人权公约，伫1953年9月3号正式生效。人权公约顶头规定哦，禁止任意啊去除啊任何人的国籍，而且、啊、任何人哈、哦、可以自由的进入其国籍国之中，这就是人权公约来的规定哈、哦。啊，在1976年啊，联合国嘛通过人权两公约，这个人权两公约哈、哦，就是要规定人权的代志，所以人啊是上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活的。哦，人是有性命的，你若物件无遐重要，你若人的性命上重要，所以人权上重要。全世界拢看这人权上重要，所以才定这人权公约。啊，咱啊，就是因为有这個人权公约，才能告美国。啊，告美国吼，搁告赢。全世界吼，美国敢那怕输台湾人尔，都是因为安尼。较早南甲之盟的时候，美国罗美号触礁了哈，一派军舰要来个台湾族的要理论，迄阵啊就怕输台湾族的一败，啊，迄阵啊签订一个合约叫做南甲之盟，啊，恁若有兴趣吼，网络顶头查一下南甲之盟就出来了，啊，这最高法院哈，伊判咱人权哈。有经过12次的攻防，伊5个判决。伊第一个判决讲吼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些人吼没有国籍。啊，人权公约顶头规定讲，人人都要有国籍。啊，为什么这些台湾人啊没有国籍？所以吼，他就一直在强调美国政府啊，你要帮助这些人恢复国籍。哦啊，第二个、啊、要帮他们成立政府，第三个要脱离政治联姻，第四啊，讲吼爱遵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行。哦，第五点讲爱帮助咱这个各个人啊，爱达成这个愿望。哦，啊，这个吼拢已经即马咧进行啊。伫个2009年10月初5号吼，迄天伊搁置本案。是安怎搁置本案？伊讲吼，因为台湾人啊，美国政府拢找无啦。为什么找无？伊讲，伫个台湾这个土地顶头吼，每一个人拢领中国人的身份证，所以伊找无台湾人伫倒位，所以爱搁置本案。啊，所以美国啊，就拜托咱成立台湾民政府了，爱发。台湾人的身份证，啊，咱台湾民政府因为单位太小，咱无迄设备通印身份证，
所以美国政府讲，安尼你找资料来，我甲你印。哦，所以啊，唔只会变，咱这张咱家己嘛无法度印，因为咱的单位太小。哦，这中华民国印啊，嘛印无 IC 啊，所以印的身份证顶头无 IC， 伊有这国民身份证，对不对？所以顶头无写你是台湾人哦。啊，这张是国民，对不对？国民就是甲美国的绿卡同款啦，绿卡的意思就是居民啦，哦，居民证的意思。绿卡是袂当选举的呢，哦，啊，伫个军事占领的期间啊，就是必须要用咱台湾人哦，爱家己成立民政府，这是国际法内底一规定的。啊，咱成立民政府了后，因为咱的力量太小，所以美国爱甲咱帮咱咱印身份证。哦啊，帮咱咱啊发一张旅行证件。哦，这张是伫个琉球。哦，这主要秘书长介绍哈，足简单嘞。啊，伊就是帮咱咱成立民政府哦。这是伫个三联堡哈，中迄个三号路三段186号，拄好伫厚德派出所的隔壁。哦，这三联堡的三重郡的办事处，最近才成立尔，拄好伫个警察局隔壁哈。对这张相片，咱就会当看出来讲，咱是予美国占领的，哦，全世界无倒一个国家讲，伊个海关啊，会当予一个民间单位啊，安尼凊彩拆两个啊，人就会当开一个关口啊。干那安尼啊，咱只穿西装的啊，原来来机场个，甲开一个开窗口，对不对？唔是遐简单啊，哦 ，AIT 啊，才有这个权利伫个海关开一个。关口，这是伫个日本迄阵啊，311大地震的时候撤退美侨来台湾啊，因为他美国不希望中国流亡政府干涉，所以他自己设立一个关口。这就是政治炼狱哦，哦，你看袂到选举，根本你都唔知影你伫在创啥，这个、政治炼狱。这是美国给咱判的原因，因为恁爱选举嘛，哦，我给你选。台湾人足爱选的，啊，其实啊，选举吼爱公民啊，才会当选举。在美国嘛，同款呢，有公民证的人啊，才会使选举呢。绿卡是袂使选举的呢。这国民啊，伊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里面也规定得很清楚，伊讲哦，中华民国国民哦。才拥有选举创制罢免权，伊讲中华民国公民啊，伊唔是讲国民啊，哦，公民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权利，啊，伊发给你的拢是国民身份证，哦，啊，国民身份证啊嘛未使做兵呢，你唔能讲就是讲国民身份证，你伫美国领绿卡嘛未使做兵呢，公民才会使做兵呢，所以啊，恁台湾人最爱选举的嘛，尤其这个。这个小鹰，讲小鹰号，伊讲吼，迄小鹰号不存的战舰吼，讲上爱算计。爱讲吼，中华民国吼是流氓政府啊，这咱拢知影嘛。讲到足大声，迄阵啊都讲的时阵哦，台湾人拢惊一条，说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爱佫讲吼，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因为讲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的时阵吼，去用骂个臭头去。所以伊就改口径啊！伊讲吼，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若甲安尼成立吼，啊，若安尼英文啊，甲英教是毋是原来会共相共啊？啊，是英教甲英文拢共款。所以吼，中华民国绝对无可能是台湾吼，台湾嘛无可能是中华民国。伊爱选举嘛，伊讲叫咱甲饲小猪啦。因为中国人啊，钱呐啦最爱饲猪的嘛，饲猪有好处啊，饲猪哦，听我饲食猪吧，所以哦，哦，迄阵我嘛去拜呢，要抓小猪哦，爱排队，迄阵啊，拢总发140,000只，143,000只的小猪，即个志工吼，抬猪抬甲欢喜个，拢总抬2亿外。
啊，搁得票率吼609万票，每一票二啊三，拢总14亿外，所以吼伊个选举赚16亿。啊，即个志工吼，太低太甲笑个，眉开眼笑无。啊，毋过吼，小英输啊。啊，毋过人伊赚10几亿啊，哪有输？是恁输啊，知毋知？啊，若国民党诶，哪有咧看到这细条啊？10几亿对伊来讲，连骹毛都无，对毋对？伊办一个花展就105亿啊，对毋对？办一个宴会就2-3亿啊，哪有咧看到15亿？放炮啊，就2-3亿啊，对不对？啊，搁何况这猫缆、鱼翅、炸虎，那话耶 ，P3C， 搁最近的阿帕奇，啊，这些算算，那么算1000亿的，后来10几亿算啥？所以吼、哦，中华民国伊足清楚的，公民吼、哦、才会使选举的。这中华民国伫中国的时阵啊，中国大陆的时阵啊。在山东烟台，因迄阵啊冇选举呢，选举要发公民证，还要宣誓呢。这啊，这高志航，这是中华民国的王政府的空军总司令啊。迄阵啊才上校呢。这张公民证啊，蒋介石亲身发给伊的哦，公民证，伊嘛要去投票啊，投票爱发公民证。这张啊，台中县的县长刘纯忠。哦，这嘛是伫个台湾吼、哦，头一摆选举，头一摆选举啊，爱发公民证呢。啊，过来就唔免啊吗？自迄摆选举了，过来就唔免啊吗？无迄落代志吼，要选举就是爱公民证。这是伫个新店吼、哦，这嘛是公民证。迄阵啊嘛是要选迄届选举，拢伫个35年2月初十迄天选举。这啊，陆继敦。这搁较经典，这夏东敏发的，哦，夏东敏这较早捌做过省主席啊。咱台湾的命运吼，就是吼这个人吼救起来的。这李先德吼，这个人是美国驻厦门的大使，这个人捌来台湾啊考察，哦，对台湾哦熟悉的，伊写一本册吼，在台湾踏查，伊写顶头吼发表一篇。这个论文吼、哦、足重要，因为伊讲吼，即个台湾的土著啊，是毋是属清国所管理的？伊顶头吼、哦、去查了足清楚的，伊讲即个土著啊，无属支那人管，吼、哦，为迄阵开始，所以即个李先德吼、哦，伊对台湾真了解，对台湾了解了，伊是安怎了解？因为伊阵啊被派来和台湾族即个卓其笃吼谈判，是安怎来甲伊谈判？就是因迄阵一台罗美号吼，伫个台湾族的外海遐触礁，结果啊，台湾族的人啊，将因拢杀死，有留两个外口吼，两迄两个逃走去，逃走去要去报李先德，啊，李先德报美国，美国派一台军舰去甲台湾族的外海。向台湾族宣战，啊，宣战了后呢，台湾族吼、哦，伊迄个副舰长啊，落船要甲台湾族谈判，因为安怎？因为美国人因感觉吼、哦，阮是拿大炮拿枪的呢，啊，这些土著吼、哦，拢拿弓箭、扛石头，美国人感觉讲，阮若打赢哦，阮足无民主的，所以因副舰长吼、哦，落去下面谈判。结果啊，伊驶船驶到半路的时阵啊，予咱的台湾族的勇士吼射箭，射一个伊的倒锐啊，作痴迷。结果宣布撤军。美国就是安尼，战输头一摆战输，战输台湾人，因为你若讲宣战，搁撤军，代表你战输啊。哦，迄是头一摆美国人战输台湾人。啊，第二摆战输呢？就是伫个美国的克拉克，诶，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有无？和台湾人的高沙军啊，彻底的歼灭。所以啊，麦克阿瑟哦，遐痛恨台湾人的原因伫遮，伊唔敢登陆台湾，所以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来台湾，派蒋介石啦，因为家己啊唔敢来，
伊知影台湾人太厉害。啊，第三摆呢？第三摆就是咱秘书长过美国，搁正赢。第四摆，第三摆是迄阵越南啦，吼、哦，越南的阮文绍哈，迄、哦那个国父啊，啊，胡志明，胡志明正赢美国的时阵，有迄是第三摆。啊，胡志明是咱台湾人，东路人嘛，所以吼、哦，美国敢若拍输咱台湾人俩，所以足惊台湾人诶。啊，第四摆就咱秘书长吼、哦，拍赢美国有无？咱过美国过赢，所以足惊台湾人诶。这是伫个迄阵啊吼，迄、那个牡丹社事件了后啊，因翕诶相。牡丹社事件迄阵啊，就是因为搁日本，日本去甲台湾族诶战争。啊，台湾族完了建书啊，啊，这就是迄个李先德啊，伫个踏查台湾的时阵的相片。伊阵啊踏查的时阵哦，伊讲哦，台湾啊有24族啊，啊有2-3族吼已经灭亡去啊，所以伊阵啊看看哦，拢总超22族，爱形容咱台湾的土著，就是番啊。因讲哦，即个平埔族的原住民哦，体态健壮，外貌俊俏，行为勇敢，朴实有礼，非常信守承诺。哦，这就是咱台湾人。哦，咱台湾人拢讲一句话啊，硬人较惨死啊，就是这个非常的信守承诺。哦，咱只要呢印出去的话，咱就做话啊，吼、哦。所以全世界拢知咱台湾人作用的。都想信守承诺，他们对于住家附近的整洁程度啊，几近于一尘不染，哦，可以跟欧洲的魔幻农场相媲美。这都是李先德哇，啊，这毕其林哦，迄阵啊，拢跟人到底咧踏查台湾。相对于吉纳人哦，伊讲哦，吉纳人不守信用。狡猾贪心，人家吼不与他有所牵隔牵连所以吉纳人吼，予人的印象大家拢知影，不诚实、不干净，哦，不守时。啊，这就是吉纳人。吉纳人伫清朝的时阵清国的时阵啊，因啊爱家己卖去哦，爱卖家己哦，才会当出国啊。所以伊甲咱骗讲，吼、哦，咱台湾拢因吉纳人来遮开垦的，因哪有法度人出国啦？吉纳人遐尼散，根本连船票都买袂起，是要哪来台湾？对不对？所以因爱家己卖呢，伊一个人才卖偌济，一个人才卖10-12块尔啦，安家费8块啦，预付2块啦，介绍人会当得3-4块啦。宿费还佫3块，所以才10块尔。拢总当运去到新加坡啊，要40块。所以啊，华工讲得足好听，叫做华工。迄阵啊，哪有华啊？迄阵啊，侬嘛努力啊，会当出国啊，都爱家己卖掉，你知毋知？啊，因卖掉叫做啥？叫猪啊。因这个种植啊，叫做猪啊罐，好无？因为中国人拢猪啦，为遮就看会出来有无？猪嘛，因为文化足清楚的，唔免辩解哦，字嘛写甲足清楚。历史啊，就是要见往之来，对不对？历史啊，那是要造假说谎哦，他就没有办法开创未来，注定要灭亡。历史如果不能够见往之来一定要灭亡、哦、所以讲人全世界人用历史拢写真呢，干那吉纳人拢写假历史，所以吉纳人注定爱灭国的。这啊，伫个荷兰啊，甲西班牙的时代无，迄阵啊，咱台湾是无文理的哦。哦，荷兰人甲西班牙来的时阵啊，迄阵啊，叫做新港文。哦，咱台湾人含因签的契约，叫做新港文。哦，写起干那英文的。有无？迄就是罗马字的。啊，迄阵啊，西班牙叫咱台湾哦，做佛摩萨，对无？所以啊，迄阵啊，真侪地台湾的地号名，
拢西班牙人好的嘛。西班牙人是算上早来台湾的。西班牙伊嘛好台湾三貂角，三貂角在圣地亚哥。西班牙足爱这个名的，因几乎去到全世界啊，一个所在拢叫做圣地亚哥。哦，美国嘛真侪所在在圣地亚哥，墨西哥嘛圣地亚哥。哦，去到来到台湾嘛有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就是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语来的。贝多啊，哦，较早在帕乱乱，哦，啊，什么五度、六度、七度、八度，迄唔是迄那因讲的讲底下咧多咧赌日本的日本军人的，唔是啦，迄假甲你骗的吼。伊拢后壁甲你写。圣地亚哥就是圣地亚哥，哇！啊，伫个公元304年的时阵，这吉纳的历史，这因家己的历史哦，这是正史的，哦，啊，正史都无甲你教，所以你也看袂到。伫个慕容鲜卑吼，大猎庄园，大猎庄园就是大象啊。因这鲜卑人吼，就是韩国人。因家的抢劫吼，抢汉人的财产，一路上吼，奸淫掳掠。啊，鲜卑人因的战争哦，从来不但粮草，人粮草啦，因为啥呐？沿路抢都有啊，那就炸，对不对？所以真清楚。啊，伊汉人的查某囡仔因特别爱，因为啊，汉人的查某囡仔吼，足白啊，哦，啊，佫足好看的。佫会晓煮菜，甲因掠来了后啊，会使叫因煮饭互因食。若无够牛草啊，佫会使剁做牛草。所以哦，沿路拢食袂煞，食到要转去的时阵啊，还佫留8000个，啊8000个佫唔敢佮放伊哦，佮淹冇死。所以啊，易水断流，这是历史顶头写的哦。啊，五胡乱华的时候，有无？即个匈奴啊、鲜卑啊、江杰啊，即个少数民族啊，即个少数民族，下面有这少数民族，因看袂到讲哦，这少数民族，人家是其他的国家，伊互你看到的是较少的啊。啊，即个人哦，有真侪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有无？即个啊，拢咧食人肉，尤其汉人的人肉，哦。讲啊，这双脚羊哦，你那底对这哪有兴趣？网络顶头小拍者，哦，这双脚羊哦，伊就出足侪资料啊，你看。你是听好食，啊，暗时阁听好用，哦，这都是蒙古人哦，因哦足够骑马，足够下钱的，骑马中间听好下钱，所以哦，西北派。永远拢镇压东南派，哦，东南派虽然门因这边吼，唔捌镇压过，哦，恁看报道戏嘛，拢知影，虽然门唔捌镇压过啊，伊上后忍，所以即个土地，其他的国家轮流统治中国，所以汉人啊，讲因是纯种的喔，就是这个原因啦，他们非常的愚蠢，即个世界。每一个国家，甲侵略了啊，都杀汉人啊，所以汉人哦，连命无去啊，那有迄个纯种诶，因是愚蠢的纯种啊，哦，纯种诶，知不知？这是清国迄阵啊，清国阵啊，因的兵啊，嘛是拢蒙古诶，哦，旗人啊。无迄个无一个兵啊，是支那兵哦。哦，你不要误会啊！因讲汉人啊，都穿旗袍，这句话唔是真矛盾吗？汉人是要安怎穿旗袍？哦，恁小姐吼、哦，最爱穿旗袍的哦，身材都可以看起来凹凸有致。哎、啊，旗袍是啥人咧穿诶？旗袍是旗人咧穿诶，吼、哦！您不要误会，旗袍是汉人吼、哦。啊，讲诶话呢？
哦，恁讲的满洲话，因即马叫做普通话。你唔当叫是讲普通话是支那话呢？哦，汉民族的话啊是河洛人、河洛话，啊不咯客家话。哦，即马满洲话、普通话是旗人咧讲的北京话。哦，这就是啊，清国哇，大清帝国的国旗。伊甲恁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嘛。对不对？龙是旗人的，啊，旗人的吉祥物，跟蒙古人的吉祥物，汉人的吉祥物是猪，哦，所以不要搞错。啊，这样，中华民国哦，都建国，迄阵啊，继承大清帝国的时候啊，伊国旗是用这支哦，伊讲到这五族共和啦，汉满蒙回藏，啊，汉吼，就是拢老火啦。所以汉拢红诶，哦，爱甲你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啦，啊，现在五族共和那会讲满洲话，啊，穿旗袍，啊，留辫子，哦，所以甲你骗很大。啊，为什么后来变这支国旗？这支国旗实际上毋捌存在过，安怎讲？因为伫咧1946年定的时候呢，定这个国旗的时候呢，迄阵伊阿无路线，啊，伫个1954年公布的时候已经流亡啊，所以啊，这支根本就唔是国旗啊，这支自头到尾拢是伊的海军军旗，哦，啊，伊即卖真正的国旗是这支啊，吼，这支啊，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哈，伊伫个1949年就已经建国成功啊。取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联合国的位置啊，吼、哦，所以真清楚，无必要变改。这样，这张图真清楚嘛？民国之后，到处套上汉人一词，那我迄个汉人呐、啊，哦，汉人早就灭种啊，不知道自己已经满化了。为什么？伊甲你讲，哦，我们都要留辫子，穿汉服。这拢是旗袍哈，啊，留辫子是旗人的风俗。那真正汉人是束发而冠，啊，啊，这旗袍有无？满服，留辫子，旗袍很漂亮哦。连布西啊，来嘛穿旗袍，好不好？黄袍马褂的是旗袍嘛，啊，这。这张相片啊，就是流亡政府都来台湾的时候呢，吼、哦，都来台湾的时候，伊偌惊嘞呢，因为咱台湾人常用嘛，伊知影咱台湾人作用的，所以伊深刻八花的时候吼，激情就倒咧消防组顶头，沿路扫射，先甲你吓惊，因为恁台湾人太勇的，激情先甲你吓惊嘞。这是伫个迄阵啊，联合国吼，这个朴书。亲目睭看到，咱来知影这历史吼，这是大宋的中原啊。大宋朝，大宋朝迄阵啊，被蒙古灭国的时阵吼，谁来灭国？因为因最后一战伫埃门山吼，埃门山一战以后，宋朝灭亡。哦，咱啊伫网络顶头吼，你若个拍埃门山。伊就会出这个埃门山之役啊，埃门之后无中国，就是这个原因。咱来等下加女真人，女真人就是满洲人啊，也就是旗人啊，哦、啊鞑靼人就是蒙古人，哦，匈奴人就是苏俄人啊，啊其实哈、哦，这些人拢外国人。即个外国人轮流统治中国，啊，中国人吼、哦、上离谱的就是遐嘛，吼、哦，统甲你灭国了，你阁叫伊太祖，这个成吉思吼、哦，伫个打欧洲了后回来啊，沿路啊，伊讲，人生上大的乐趣啊，就是甲敌人吼斩尽台灭，哦。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的亲属啊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女，
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的，不愿意被他们掠夺的，不愿意被他们奴隶的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哦，这就是成吉思。所以我都拍去澳洲吼，所有全世界所有澳洲的国家，绝对袂讲蒙古是阮的太祖。哦，无可能是变作阮的朝代，因为伊是来侵略阮的。袂像吉纳人讲，哇，变作阮的太祖啊！忽必烈啊，台吉那人1800万，迄阵所以汉人啊几乎快灭族啊，因为忽必烈讲哦，要将所有的粮产啊都变成牧场，因为蒙古人是无咧种作的，蒙古人饲羊饲牛就好啊，那就种作，所以啊，他要把所有的良田啊都改变成牧场，啊，改变成牧场，这汉人就要个抬头搭。因为汉人的吃牛草，就是因为这个耶律楚材吼，蔡董耶律楚材甲忽必烈讲吼，爱留一个汉人呐来纳税金啦，所以吼汉人拢真感谢耶律楚材，就是安尼汉人才无被捉去，吼，所以这个人汉耶律楚材这个人是突厥人，伊即马伫个迄个阿个起一间庙咧甲拜，哦，这个耶律楚材。伊哦，做虾米词？即啊，蒙古帝国伫中国的境内吼，种族的灭族啊，伫个世界纪录顶头还佫有记录哦。中国迄阵啊，几乎成了无人区啊，啊，无人区就是啥灭族去啊嘛。哦，你若上网吼，直接打上矮山之后。已经无中国，嚯、哦！伊历史都足侪拢走啊！你看，明亡之后已经没有华夏，满清之后啊，没有汉人啊，文革之后没有信仰啊，哦，改革之后没有道德啊，这是吉纳人跟你讲的。全国政府啊，直到19世纪啊，干那温尊汉人吼、哦。伫个18姓内底大鸟，袂使去甲带到因温州去呢。汉人呢是奴隶呢，奴隶袂使后壁走的呢。所以啊，汉人干会使伫个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遮个所在，袂当去带温州，袂当带蒙古，啊嘛袂使去新疆，遮大西藏。所以因迄阵啊。孙中山啊，因的目的是要怎啊？因是驱逐鞑虏，对吧？因讲得真错，什么叫做鞑虏？鞑虏就是鞑靼人吼，啊个匈奴遐个人嘛。啊，因起的长城，好不？长城，因拢教咱长城谣足好听嘛。哦，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长城外面是故乡，啊！你是什么人？我讲得这么清楚啊，恁拢唔知啊，恁就是恁汉人，哦，恁的故乡是伫个长城外，哦，长城外的故乡拢是什么人？蒙古人、匈奴人、女真人、满洲人，叫做长城外，哦，不要误会，长城唔是恁去的，啊！伊拢甲咱骗讲，吼、哦，几啊千年前因就去啊嘛，对不对？啊，这就是迄阵啊，马街啊，马街博士来伫台湾行医的时阵，马街是牙科医师啊，伊伫台湾哦，拢总满50000几起的喙齿。啊，伊迄阵啊来的时阵吼，嘛带台湾某，啊，台湾某吼，迄阵啊是满清的时期嘛，满清啊，拢爱留辫子，哦，伊毋是甲你讲汉人啊，伊甲你骗讲你汉人，汉人来留辫子。满洲人吼，甲汉人讲啊，足简单嘞，你唔留辫子吼，抬头，安尼有简单无？所以每一个人拢留辫子啊。啊，女孩子不绑小脚，嘛是真简单，无人要甲你撮啊。哦，所以满清惯的时阵，女孩子一定爱绑小脚，叫人要撮你。哦，啊，所以每所有人啊，拢留辫子有无？伊只随从，大家拢留辫子，迄是满化
哦，唔是汉化，哦，即每一个拢留辫子，啊，即马即插队啊，规台湾洗透透吼，去个行医啊，啊，看偌可怜，满洲人啊，管台湾啊，西半部管212吨，竟然啊无法度人为北部开一条公路去到南部，啊，看偌可怜，所以。其他人啊，满洲人，伊根本无想要经营台湾啊，伊干那想要直接伫好处呢。管200几吨，竟然一条路都无法度开通。全世界吼，拢有这唐人街啊，敢有所在有这汉人街？绝对无啊！哦，全世界有这唐人街啊，伫英国嘛有唐人街啊。在法国嘛有唐人街，在美国嘛有唐人街，都是无汉人街哦。所以甲恁骗讲有汉人，汉人已经灭绝去啊！吼、哦，不要误会。因即马个自称吼、哦、有10亿的汉人哦，那是甲恁骗的吼、哦。大清帝国时代老百姓家己是讲因是唐人哦哦。敢若听讲有唐山公，无听讲汉人公啊。李小龙讲我是唐人哦，伊唔是讲我是汉人哦，对不对？大清迄阵啊无汉人这个名词啦，这是流亡政府来了啊，啊甲共产党甲你骗讲有汉人哦，汉人这连战啊上爱讲，连战讲哦他是纯种的汉人哦，很纯的纯哦，10亿的汉人，你甲想啦？中国人吼，几那人即马10几亿啊？因为啥喏？人口太多，所以伊要实行一胎化啊，所以伊的人口就变不确定。因为安怎？一胎化真侪人唔敢报户口，因为若报户口了都爱罚钱啊。所以吼，伊爱人口啊，全世界个估计上少要有15亿，啊，伊家己估计讲有12亿。啊，你个想啦，那一个。国家每一天天若光，啊，就12亿人等要食饭，你看偌可怜。哦，毛泽东就是安尼惊死的，每一天早上一天亮10几亿等着吃饭，因为共产党因的政策是安怎，因为做有饭大家吃，对不对？这共产党嘛，共产党就是有饭大家吃。所以齁，没有饭的时候大家只要开口就好了。所以毛泽东很痛苦啊。啊，伊个敢那骗哦，咱是皇帝的子孙，炎黄子孙。啊，你个想皇帝这个人是为得来，这是为道教的神明来对。哦，中国之内历史来对无皇帝这个好人啊，伊是为个神明顶头掠一个皇帝出来，予恁做祖先。这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掰出来哈，这就是汉人啊，英国的汉人啊，哦，因迄阵啊，东亚病夫，东亚病夫不是咱家讲的，因是因家己讲的，哦，啊，这讲李小龙啊，讲要打倒世界对他的观感，我不是东亚病夫了，哦。其他人最爱给人教这句话，哦，只要有恒心，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这不对的哈。铁杵搁较不安怎磨，都是铁啊，无可能会变尖哦，因为尖一定要梗，才有法度通磨做尖，钢才可以磨成针呐，铁不会磨成针哈。啊，那木杵啊，敢会当磨成牙签尔啦。哦，啊，唔过一项物有一项物会好用，你唔通讲牙签无虾米作用，吼、哦，牙签足好用的，牙签若咧欠用的时阵吼是足好用的，啊那尖嘛，要咬嘴齿是足歹咬的吼、哦。牙签能办的事哦，铁杵不一定能办吼、哦。这调查吼，伊讲本岛人拢是喜欢。哦，伊甲咱讲喜欢，下面有这喜欢，
朱色的番，吉那人上爱叫的番，安怎？全世界所有的外国人拢叫做番，哦，红毛啊番呐，白毛番呐，拢番，啊，这就是因吉那人上界差的文化，因吼、哦，家己是番，所以拢叫全世界拢番。哦，人全世界所有无文明的国家，不管倒一个土著，绝对袂叫外国人是番。番的意思吼，论真讲起来是讲吼，不明事理迄个番呢。啊，其实不明事理的人吼，敢若中国人尔。哦，其他人才不明事理啊，啊，因拢叫人番。所以啊，咱迄阵啊，台湾吼，日新日报伊即个调查吼，即网络上顶头咱一个调拢有啊。这是伫个迄阵啊，日本占诶管台湾的时候，喏，伊的户籍吼调查个足清楚哟。迄阵啊，汉人吼，内地人啊，甲支那人啊是足少的呢，支那人才万几个尔呢。内地人伫个29年啊，10万人，即马13万人，吼、哦，内地人都以后做内地人，日本的。人吼做内地人，哦，唔是伫个支那，支那人因吼做支那，啊，无就写清，哦，无可能写内地人。啊，迄阵啊，除了内地人以外，剩的拢番嘛，哦，剩的拢变薄番啦。即迄阵啊，户口填本吼，日本人做个足详细，连流亡政府拄过来的时阵吼，因嘛袂晓用。户口填本顶头注明吼，清的吼，这是支那人啊。伊若注明啊，你是福广番熟番，迄拢毋是支那人吼。迄号做平埔番，会晓讲河洛话。吼，因将来要派这会晓讲河洛话的人去管支那，所以伊甲你注明你是福哦广。还是伊将来阿伯，恁会晓讲河洛话，要派恁遮个人去管支那的福建迄家的人，所以啊，因甲你编，唔是你是福州人哦，哦，恁等于看恁的户口簿啊，伊顶头有福，唔是你是福州哦，唔是你是福建哦，是恁的祖先会晓讲福建话，阿伯要派恁去福建管福建人。哦，这就写得真清楚。这啊，福建有无？伊这族是平埔族啊，会晓讲福建话，会晓讲河洛话。啊，伊注明得真清楚哦。哦，你这个人有没有缠足？哦，白卡啦，女孩子缠足。啊，你有吸鸦片无？啊，鸦片就是鸦片啦。有吸鸦片，因为迄阵啊，支那人普遍拢有吸鸦片。鸦片哦，这个输了哦，偌好，你知不知？所有的烦恼拢无去，哦，所以支那人烦恼太多，太多烦恼都爱食鸦片。哦，伊只河洛话就是著名福，啊，广东话吼，就是会晓讲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拢甲你特别著名，就是要派去广东诶，阿伯要甲你派去广东。关因遐人诶，因为咱迄阵啊台湾人作用诶，咱号做高砂军啊，高砂军吼，全世界是常用诶嘛，所以日本人足钦佩咱高砂军，要派咱去管中国人，管支那人，所以吼，伊甲你注明，你会晓讲河洛话，阿伯啊，支那，阮甲占开了啊，派只会晓讲话啊，去遐管理，吼、哦，啊，真系这样。这支那人哦，拄来台湾的时候呢，伊惊咱知影，惊咱知影吼，咱是平埔族，会晓讲河洛话，啊，就甲咱涂黑，哦，这不是日本人涂黑啊，这是支那人来的时候哦，才甲咱涂黑。咱的时间嘛够啊，咱来吼。那熟悉这个日本人所做的户口填本了吼，恁等于家己查，
恁等于恁的户口填本吼，你会再调较早日本清查因日本拢有毛笔离下，哦，啊去调了后，就当查你的资料，哦，安尼咱今日啊，咱的课就讲到这吼，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咱下课休困10分钟，好，下课休息10分钟。